在老父问你，你要证实说这一万一千年是如何挣来的。我刚才听台下很多小朋友跟我说，你说你在外面根本不是真的在做事赚钱，你专门欺负善良百姓，专门向人家从各行各业赚来的钱说叫做保护费，你们说是不是真的？好吗？